这是我刚买的草莓，我放这儿，起开，吃个我的草莓，拿去吃个草莓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有点肚子疼，我得先去个厕所，一会儿回来再吃吧，先放这儿吧。我好姐姐好的草莓呀，今天姐姐过来这里要好的草莓。哇，肯定是妈妈放的，我们看着吃好不好？嗯，可好吃了。嗯，出来了，我吃了啊哈！我回来啦，我要吃我的草莓啦！哎，我的草莓怎么一个都没有了？我刚才放在这儿的，谁给我偷吃了？我得去问问这两个孩子，是不是他俩给我偷吃的？二宝，二宝，妈妈刚才放桌上草莓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啊，没有，你看见啊？我问问姐姐去。大宝，大宝，刚才我放桌上草莓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没有，谁偷你的草莓了？你们躲着点，我看看。都没吃，这去哪了？你奇了怪了，你说。